小金，可以的，牛子冲，牛子，给我冲，牛子直接 Q 闪，牛子干嘛？妈的，牛子在摸鱼，牛子，卧槽，还有这种说法？这牛子，卧槽，牛子全在摸鱼。不是，哥们兄弟呢？我兄弟呢？那老子要光！你什么装备？我什么装备？你跟我这样玩？懂不懂耀光啊？知不知道这件什么装备啊？这个是让痛苦面具戴起来的一个装备啊。团长打狗熊，痛苦面具戴起来的装备。什么什么装备啊？大胆，还敢跟我对 A？我身上1800块钱打他400啊，不算退取，不算退取的话1800打他。直播线吃完直接战斗就行了，直播线吃完。靠，红绿刀小卡了咪，红绿刀卡了咪刀啊！吃！哎呀，你要这么客气干嘛？自己你来下路，你吃头啊？你干嘛？不吃头啊？搞那么客气，搞这种，玩个好吧？你大可行，你别吃了，我吃吧。你别吃，我吃。好像扎克确实不用吃头，你别吃了，我吃。我操，他敢 A 你，你不敢拱他？对呀、啊，他 A 你哎！我操，他 A 你一下，你不拱他，你要拱吧？对呀、啊，他 A 你一下就不尊重你，他不尊重你，那你揍他就行了呀。哎，这单位有点奇怪啊，这单位。把这线压进去就好了。我靠，你也不尊重我！哎，你妈鼠标滑了，真滑了！我烂掉了，鼠标真滑了。我有兄弟，我就这么狂。有兄弟走遍天下，好吧。啊，他们兄弟来了。哎，没来，接着打。这永恩没来，想个小卡的咪。想想，找角度吧。OK， 没角度，角度有点大。哦吼，这波牛子有点帅啊，这波打个闪出来。又来了，先 Q 一下。
来来来来，下路打麻将，来来来来来，打这里，我感觉他在刷这个 ，nice， 全是感觉，哎，怎么反塔了？感觉到了啊，感觉到了，有一点点感觉，哎，就打到他了。靠，这个主要靠悟性，悟性到了，算了算了。说敢不敢把 E 交的，给他把 E 交的就去上面烧一下，红绿刀小卡的密刀等着，红绿刀小卡的密刀直接上了，不这么急啊，拜拜小林，不是我牛智呢，不是我牛智去哪了，我牛哥呢，我操，辅助人不见了，我怎么看打了好久人不见了，我发现扎克是我的辅助人，潇洒，只玩帅的。只搞帅，只搞真实，只玩帅的，不帅不玩啊。有时候玩 EZ 主要看手感，手感到了很好 Q 的，手感没到你可能一整局都 Q 不到几次。对， EZ 这英雄是个很玄乎的英雄，真看手感。嗯，真到了，没死了，还有抢的，还有抢的，没死，我来。哇，他都破败都没有，吃他的技能都没关系，我不 Q 你走位，看你走位，你小子，考验他一下，走位一下。我靠，他什么装备啊？什么装备？谁走你脸上？我 A 死你 ，A Q 都不想交，我交不交 Q。不行，不能这样杀，不行，给大家送几个。这样杀，等会儿你妈等会儿出事了，这样杀。等下我控一下，等会儿控一下，控一下。哎呀，好，控一下，送一下 ，OK。没事，就稍微控一下，送一个啊，问题不大啊，还得送一波。对，你别说，我可能还真得说再送一波，这样有点太招摇了。我其实刚才操作打的已经很招摇了，应该表现的平庸一点。等会儿想个办法。
救这波，救这波，我去送一下。你看，好像他们火力不够猛。对，好像火力不够猛。又吃了我一天，他吃两个一天的，我应该问题不大吧？嗯，我感觉应该问题不是很大，应该没什么特别大的问题。他个盾弓应该，这个他要出破败出盾弓啊，应该会出容错装吧？不然再出个破败来，感觉他压力很大呀，你要出盾弓。哎，적을처치했습니다那个白银排翡翠，白银排翡翠应该都知道我什么成分的呀？对啊，哥几个应该排的时候就知道我大概是什么成分的。你们被我包围了。问题不大，把杀道士上方。